拿来单挑了。哎，单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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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下跟我单挑了。等下跟我单挑了，单挑起来啊！等下你开房邀我，我会等你。不然我单挑你就蹲两下。谁啊？是谁啊？三号是不是？感冒娇娜，你要单挑就蹲两下。没有，好吧。为什么要单挑？好无聊。没胆识。他说我没胆识哎。换技能了，完蛋。没关系啊，就这样吧。就这样吧，这场没有换到技能，那就继续玩手榴弹。下一场把技能换掉，但是还是继续玩手榴弹。艾瓦洛伤害20%，范围增加10%，20%。手榴弹假设伤害，假设打到是130，20%0.2236212，26吧，26左右吧，对吧？还是我算错？这边有人，有在拍片吗？有在拍片，蹲两下。现在在打，先不要蹲吧。真的？嗨，是真的吗？还是假的？First blood。完蛋了。Triple kill。你是真的吗？哎、欸，我要枪。是的话，那你等一下。啊，等一下，等两下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先买个枪，来个令教好了。我要再拿，是谁在问啊？他一下，两下，好，可以，这样可以了吧？他在拍片哦，没有，他应该在那边。变蹲，你可以加我好友，拿来单挑了。哎，单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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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下跟我单挑了。等下跟我单挑了，单挑起来啊！等下你开房邀我，我会等你。不能啊，我跟你讲。单挑了，单挑了。First try。单挑了。见面不到三分钟，单挑啦，单挑啦，有没有种？单挑啦，单挑啦！Double kill。我这个好炮。Triple kill。你那个武器三一不用救了啊！打屁哟！打屁哟！是谁跟我讲要单挑的？奇怪了，都不会有人找我单挑我的订阅数，奇怪了。我弹吉他也不错啊，都不会有人找我。那你就蹲两下。都不会有人找我弹吉他单挑、欸。你不然我单挑，你就蹲两下。谁啊？是谁啊？三号是不是？感冒娇娜，你要单挑就蹲两下。没有，好吧。为什么要单挑？好无聊。没胆识。他说我没胆识哎。现在都是这样激人家单挑吗？给我钱啊！给我钱啊！你不给我钱，没有种。你要给我钱，你才有种。你以为我白痴哦？真的会给你钱哦？你第一想要红就说嘛，对不对？你就是想要透过单挑红嘛，对。只是你用错方法了，对。因为不管你赢了还是输了，你都红啦，对不对？都蹭到流量啦，对不对？我是不是说中你的小心声呢？哎呀，没打到。First blood。
Double kill! Double kill!Triple kill!对啊，我单挑还要我出房卡，我怎么那么可怜？还要我出房卡，房卡我要出，然后我打的也是我要跟你打，我要出房卡，免费出，然后还要让你录影是不是？然后 po 抖音是不是？来看一下单挑的，交给你们了，单挑的。他单挑，你怎么不去打的？他在里面啊。Double kill.我看一下单挑的击杀，这个不用单挑了吧？这个应该不用单挑了吧？这有需要单挑吗？这有需要单挑吗？这个我觉得是没有必要单挑啦。这个看就知道了，还需要单挑吗？这个应该不用单挑了吧？各位观众，还是你们觉得他的这个战绩，我应该跟他单挑？这应该不用跟他单挑了吧？我是都不跟任何人单挑，我觉得无聊。反正我是拍影片的，我又不是什么世界杯选手，很强的选手。对你如果。